你的小 baby 在哪里？不行，要盖起来才可以，才它就会生出来了。它会生出来，那又要盖起来了。嗯，盖起来了。老板，你的手怎么跑出来了？嗯，你是那个光头老板。嗯，咚咚咚，美国队长跑去哪里了呢？嗯，这个 Spider-Man 老板跑去哪里了呢？嗯，偷看一下，哦呦呦呦呦，怎么会这样？嗯，老板，你的房子怎么倒下去了？你的房子怎么倒下去了？啊，你这个老板的房子偷工减料，一摸就倒下去。啊，小孩呢？啊，怎么又是鼻涕又是口水的啊？太可怕了！啊，赶快叫妈妈帮你擦。好啊。要用鼻涕溜滑梯才擦得干净。太好了。老板，我们明天去剪光头哦。不要。剪光头超帅的。不要。妈妈。哦，又会跌倒哦。